这些交给情绪，因为从中国这边它变成很多的橡胶盐，那我特别把这个香蕉在开挂的时候画出来，那我特别用很深的一个黑墨，然后跟黄色来产生一个对比哈，它会增加一个趣味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还多加了一只麻雀在那个叶子上。那么画画的时候，可能要有一点有变体的关系啊。我前面这一只画重要的大的一个主体，然后这边配一个重要的是吧？冰，在画面上有一个主冰的搭配啊，效果会比较好。